3, 2, 1，看到张明辉的公调，3, 2, 1，看到张明辉前女友的公调，3, 2, 1，妈呀，你怎么那么可怕？看到安娜的公调，3, 2，1。看到柳炮的姑娘，3, 2, 1，看不到，看到没吃麦克的姑娘，这怎么跟看到张明辉前女友的表情是一样的？你想表达什么？心情好的。Stop staring at me. 哦，是美人，是美人。鸟鸟害羞了。鸟鸟，你今天几岁啦？8岁。8岁？你是8岁搬来着的吗？你昨天跟我讲的。怎么有长沙口音？你说你有长沙口音，你才有长沙口音，你是正宗的。我昨天在店里遇到个汕头的，跟我一个老乡。对啊，有叫汕头，为什么没有人叫芋头？快说，不要拍我，不要拍我，请看肖像姐。你学一下 Rocky 那个，不要拍，我可以告你的。我会告你的，我跟你讲。我跟你讲，我身上全的。来，有号，来一遍。哎呦，前面那两个人没比你好看到哪里去，你放心。哎呦，洗的什么？你进麦家向前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说，什么烂字？你和呢？还要拍电影？我没有学这个吗？我没有学，有吗？那个是那个那Brandon 的爸爸。我帮你去丢了。在干嘛、啊？你怎么突然站起来了？因为他一直在拍我。哦。大神，好不好知道被坑吗？多胜，来教书的鸟鸟，快教羞一下。你要拍我一点，怎么这样啊？我跟你讲，这样戏份要被剪掉的哦。这很严重，这很严重。啊，这好假！你就拍的那一段好不好？不要，会剪掉啊！好好笑。那段最黑的是你，我跟你说。你看，就这个人，恶人。哎，你那天去游泳？没去啊，就你弟去啊？对啊，我弟去啊。你妈带你弟去啊？我爸。你妈和你爸和你弟啊？对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去呢？你为什么不去呢？我去年休整，我不想让他们。哦，可是你们家刚好吃好饭就去啊。James。对啊，James。你换手机了还？换手机啊。不知道，这什么呀？这什么？为什么要画过来？教我。为什么要画过来？因为他要 lose 两个。但是他已经有了两个。哦，好，我懂，没事。他要得两个，懂不懂？懂了，没事。我们怎么没有上这个？我的。还是我没来。何婷。不
给你一个大特写，特别大的特写。这个特写真的好搞笑啊！这个特写，等一下你要自己看一下。你可不可以嘴唇有点细？开心的，愤怒的，娇羞的。你说个土鳖，死鬼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不要拍我，然后等一下拍我，我先找一个图片，然后呢，等一下。刘浩很热，你看刘浩的爪子可好看了，这是他的大爪子，他的右大爪子，现在弯起来了。等一下。你们那些毒都过来了。哎，拍后面，后面。不是，头鸟后面。不要拍。拍到了。可以了吧？说一点话。头鸟站高一点。说点话。拍拍。说点话。说点话，你不是拿着那个眼睛在你好。好逼真呐、啊。好像狗鸟的眼睛啊！你是多差呀、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狗鸟最后看出来，让狗鸟10分之9都是捂着脸的。哎，往上拍，往上拍。不行，这个太有点太明显了。开玩笑吗？刚开玩笑的。毒品呢？不好意思，麻烦，麻烦。